可以啊，可以讲解啊。现在显示屏还没有跳出来。开始说嘛。设置骗术，设置骗术，点击用户，用户登录，选择插骗速度，输入密码48，确定之后点参数设置，参数设置下面会显示插骗骗术，插骗速度，根据你产品所需要插骗的速度去设置就 OK 了。然后放个股价，按启动。